火了，防尘防毒还能遮丑，戴上秒变卤蛋头。它的名字叫做 Blank， 是一款面具口罩，颠覆传统的设计是它的一大特点。在官方网站上，它的卖点是终极保护，过滤性可以甩普通口罩九条街。内部配置两个经过 SGS 检验的 HEPA 过滤器，这只有空气净化器中才用到。此外，面具口罩还能够与人脸紧密贴合，所以戴上它，吸入鼻子的空气就可以得到净化，绝大多数的粉尘和细菌病毒都会被隔绝在外，保证你的身体健康。一般来说，过滤器可以连续使用14天，当然除此之外，覆盖全脸的独特造型才是其迅速走红的原因。戴上它可以遮掩自己的丑，别人也看不到你的面部表情，能够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。戴上这款口罩就秒变卤蛋头，你的视线也不会被遮挡，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此外，制造者还打算在里面安装智能模块，支持变声、蓝牙连接以及 AR 显示功能，可以说